呀，什么书？哦，没什么，不过是中庸大学之类的。你又在我跟前弄鬼，趁早给我瞧瞧。你别让我费事。好妹妹，你要看我是不怕的，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。时值暮春之际，湘云无聊，因见柳花飘舞，便偶成一小令，调寄《如梦令》。岂是绣容残土，卷起半帘香雾，纤手自拈来，空使娟啼艳妒。且住，且住，莫使春光别去。小丫头的扳手且携吃来。空挂纤纤缕，徒垂落落丝，也难挽系，也难系，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。落去君秋兮，飞来我自栖。因愁叠卷万方石，纵使明春再见隔年期。草木也知愁，韶华尽今生谁舍谁受？假与东风春不管，平而去，任烟流。流溪原是清波之物，须向好事引用，放不落套，万里千丝终不改，任他随聚随分。韶华休笑本无根，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众人拍案叫绝。哎，咱们九号楼既然起了诗社，都是诗翁了，何不起个别号呢？是单给我一个人的，还是别的铺主都有呢？哼，我就知道，不是给别人三连剩下来的，你不会给我。